唐宣宗呢，应该是唐朝最后一位啊有成绩的这样英武的帝王。他死之后呢，他的儿子唐懿宗继位。唐懿宗宁佛无度，特别是在他统治后期，游宴无度，骄奢淫逸，任人不能，花费重金奉迎佛骨，导致浙东、安南、徐州、四川等地相继发生叛乱。公元873年秋，唐懿宗的病入膏肓，当时掌握禁卫军的两个头目，这个宦官，一个叫刘兴深，一个叫韩文约，他们为了获取拥立之功，暗中就把当年只是12岁的唐懿宗的第五个儿子蒲王李炎立为皇太子。这蒲王李炎呢，后来改名为李轩，他当皇帝之后，同时呢又杀掉这个唐懿宗的别的五个王子，只留下李炎的六弟吉王李宝还有他的七弟寿王李杰。为什么这俩小孩能活着呢？一个是这俩小孩当时年纪小，最主要这俩小孩的生母呢，要不就出身微贱，要不就是早死，因此对这些患者没什么威胁。可见呢，随着年代的推移，这些宦官们的心机是越来越深，他们在贪求拥立之功的同时呢，深谋远虑，就不再拥立年长的王子为皇帝，以免这些人当了皇帝之后像唐文宗那样啊，再把自己杀掉。少帝年幼，就是易于控制，又可以从小呢向他们灌输公公都是义护援中这样的理念。由此一来呢，就使这些宦官啊拥立之后被杀的风险呢降到最低。很快呢，唐懿宗就崩了，皇太子李炎继统，这个就是唐僖宗。僖宗呢少年为帝，第一件事就追宗他的生母王氏为皇太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封啊那两位拥立他自己为皇帝的宦官为公爵。唐僖宗少年天子，他自小就没有贤德师傅啊给他教授那学问，所以说他本人从小到大啊，什么认字儿啊，学算术啊，加上性启蒙啊，全靠一个叫田令孜的这样的宦官。田令孜呢，他是蜀地人，他原来姓陈，咸通年间他任一个姓田的宦官为义父，他就改姓田了。这个人呢，还看书还挺多。有谋略，属于那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太监。小人如果有才呢，绝对就是坏上加坏。当然了，如果当时身为蒲王那个李炎当不上皇帝，田令孜呢不过就是宫中的一个小麻房使，你想他王子手下的一个宦者。可现今的这李炎当了皇帝，那马上委任为心腹太监为中尉，掌握禁军大权。中尉咱们看唐朝史书，不要跟现在的官衔相比拟，完全不一样。唐朝啊，这个中尉就是禁卫军司令啊，这样的官职是内廷大太监所独有的官号。唐僖宗呢对这个田令孜一万个放心，朝政大事都委任这个田令孜办理，而且呢称呼他为什么呢？阿父。你想这位太监就变成皇干爹了，气焰熏天，招权纳贿，他自己和他自己手下那些心腹患者任意授官，空白委任状有的是，随便填，谁给自己金宝多，谁的官就最大。而且这些任命他根本就不和唐僖宗打招呼，每次呢和僖宗皇帝相见，田大公公都自备两大盘果品鲜果，然后呢他和僖宗皇帝两个人是相对饮淡，从容而坐，爷俩特默契，话也不多，老有鬼鬼，你看我，我看你，相对大嚼，就没有任何君臣上下尊卑之分。当然了，这个在皇宫之内，这个官爵啊、赏赐啊，田令孜肯定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呢，让小皇帝在生活上高兴，也是这位大公公主要工作之一。少年皇帝呢，唐僖宗大手大脚啊，赏赐宫廷乐师啊、杂技师啊，这些幽灵啊，每次都是万两金银以上。皇宫内府呢，很快就被他赏赐的用完了。田令孜呢，这阵儿劝僖宗皇帝以征税为名巧取豪夺，那些商人啊、市民啊，凡是他们手中有宝货，最后都以征税的名义都给弄过来了。但凡有诉冤的百姓，马上交给这个京兆官员，都给我杖杀了。皇帝官府这时候就比强盗还厉害，不仅是明抢，对方稍有不愿意的，还要对方人命。因此呢，在唐僖宗统治之下，宰相以下众人前口，就没有人再敢这个上言的人了。唐僖宗这个继位之后，你想宦官专权，官府腐败，这个百姓流离，又没地方控诉，因此就相聚为盗。
这个起义的到处风起。此外呢，唐朝的州县兵又少，加上城平日久，人不习战，每逢战斗呢，官军多败。当时的情况完全就是隋朝末年的那个翻版。唐僖宗乾伏元年年底，蒲州人王仙芝就在长垣，就是今天河南长垣一带聚众起兵。当时呢，这起义的对于唐朝来讲，就所谓的盗贼吧，太多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都是常态了。因此，唐朝朝廷对这个人就根本没什么在意。但是没过数月，曹州人这个黄巢又率领数千人也起兵响应王仙芝。这两个人呢，还都是从前贩卖私盐的老朋友，两个人联手，终于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但不管怎么样，当时唐朝朝廷对于王仙芝啊、黄巢就这样的所谓的贼人嘛，根本没留意。当时唐朝最大的关注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当时这个入侵蜀地的南诏军队方面，因此王仙芝、黄巢弄出这么大动静，根本就没被唐朝朝廷放在眼里。唐僖宗乾伏元年年底，就公元874年，南诏呢又侵入西川，又攻陷黎州啊、什么雅州啊，而且打到新京一带，蜀地大震。唐廷呢，这个时候就起任，当时任天平节度使的高嫔去西川攻打南诏。高嫔这个人是三代为将啊，确实有勇有谋，杀的南诏军队呢就再不敢入寇了。虽然得胜呢，但这高嫔在蜀地呢严刑峻法，寡恩残暴，大肆杀人，因此蜀地的这些老百姓对他都很怨恨。即便如此呢，朝廷还是认为高嫔有击退南诏立有大功，把他这个又升为镇海军节度使，什么浙江西道观察使，又封他为燕国公。按倒葫芦起了瓢，蜀地这边刚刚消停，王仙芝、黄巢等人越闹越欢，在山东境内横行一时，聚众数万。当地不少军民呢，因为都是这么多年就被这个唐朝的这个赋税啊、这个之重啊压得苦不堪言，于是争相归附这个王仙芝和黄巢。唐僖宗继位之后，少年天子天天就是除了玩就是玩，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坐在守火山口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啊，这些上层内斗不算，好多老百姓啊，平时连盐都吃不起，只能是暂时粗粮，就维持一口气活着而已。唐朝的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进项，盐禁特别重，你当时犯盐一担以上啊，都要下令处死。在这样情况下，就如同现在南美一些贩毒组织常常怀有鱼死网破之心一样，犯盐的人多是结帮成伙，武装犯盐。其实呢，这就为日后暴动啊做了军事方面的预演。有人可能问，唐末盐税、茶税、酒税高得惊人，那么这些税看上去和农民有什么关联吗？我们想一想，上述种种的这个税都是生活必需品，农民要购买呀，所以说这个重税就间接转嫁到这个农民身上。而那些皇帝啊、皇亲贵戚、官僚、各地地方官又生活奢侈无度，敲鼓吸髓。然后呢，唐朝这个兴军呢又无日不兴，食禄人多，输税人少，天灾人祸，因此就是民乱兵变，风起云涌。黄巢本人啊，他是一个上下好几辈子都是靠贩盐走私盈利这种富家子弟。历史上记载呢，说他善击剑骑射，烧通书记。史书上这点记载实际上和事实有出入，他不是烧通书记，他还曾经屡次考进士，只是多少年都没考中，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一定的文化教养的这样的人。《全唐诗》当中呢，存有黄巢两首诗，飒飒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这是黄巢的题菊花。他还有一首诗，就是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呵，诗中充满豪阔的一种暴力之气，杀意阵阵，但是呢意境豪迈。古往今来永居的人并不多，黄巢呢以偏门入诗，诗格虽然不高，但是却能流传千古。王仙芝、黄巢、上让这些人屡战屡胜，当时呢又有这样的谶言，叫什么呢？金色蛤蟆睁奴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你像黄巢就起于曹州，于是呢天下骚动。
那么这么多起事的这样的军队横行在陈州、许州、襄州、邓州的数州，然后胁迫当地民众，一下子号称300,000，一路裹挟之下呢，竟然于潜伏三年，就公元876年8月攻陷坚城江陵。大惊之下，唐廷赶忙命令这个神策统军使宋威啊，任命他为荆南节度招讨使，然后呢，以这个中使太监杨富光为监军，然后率领筑路大军前往征讨。宋威呢，这一率领大军一出呢，还真打了不少胜仗啊，就在这个宜州，就今天山东临沂啊，城下就大破王仙芝的一个大军。王仙芝呢，这些强盗头子就忽然消失了，嘿，宋威得意忘形，奏称王仙芝已经被打死了。贼头已经死了，就把各路官军都遣散了，回到青州休整。京城方面呢，百官都入贺，结果刚刚过了三天，王仙芝再次率人啊，忽然这些贼众又出现了，四处漂掠。唐廷这知道，哎，对方还活着，马上下诏又发兵。但这个时候呢，四周起义的百姓越来越多。不久呢，王仙芝攻陷汝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临汝，当时这个刺史王僚也被活捉了。东都洛阳呢，一下子感到震恐无限。接着呢，王仙芝又率领军队，这攻略什么深州、光州、泸州啊，这个舒州、通州等州吧。而且在汝州和冀州，又把那个刺史王僚啊、裴沃啊都给生擒了。裴沃这个人呢，是宰相王铎的门生，那王僚呢，又是宰相王铎的堂弟。这两个人就感念啊王仙芝不杀之恩，牵线搭桥，就通过王铎的争取，希望朝廷赦免啊这个王仙芝的这个所谓的罪过吧，然后就赐官于他。王铎呢，作为宰相，力排众议，终于说服了唐僖宗，就任命王仙芝啊这个造反的头目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而且派出中使带着告身，就是委员长啊，前去这个王仙芝营中呢，就举行这个授官的这个典礼。王仙芝呢，当时跪听大公公宣布皇帝的敕书，挺高兴。你想，本来就该诛九族的，现在就变成国家干部了，绝对是转祸为福。他高兴，王仙芝高兴，有人怒了。黄巢等一帮人一直跪在厅中，也等着宣布皇帝对自己的赦免令还有封赏了。结果这个公公公鸭嗓吊了半天，只宣读了王仙芝一个人任命，其他人只字未提。当时这黄巢又恨又恼，急火攻心，忽然跳出来，挺身向前，大喝道：“你王仙芝一个人投降，自己得官，我们其余5000人怎么办？既然如此，你自己入朝，你把所有的兵交给我指挥。”急怒之下，黄巢对着这个王仙芝脑袋连挥老拳，打的王仙芝当时头破血流。就是贼兵贼将趁势闹气，都在阶下鼓噪喧哗。一看见众怒难犯，王仙芝呢也就不受朝命了。翻脸下令贼兵呢在他的城内大掠，对这个城内百姓啊一半驱赶一半杀戮，然后焚烧庐舍。混乱之中呢，裴沃和那皇帝派来的使者借机逃出，王铎的堂弟呢王僚哎应被扣押着。由此呢，贼军分为两股，王仙芝上军场进掠陈州、蔡州，黄巢呢北掠齐州、鲁州，而且还攻入了运州，运州就是今天山东东平，把这个唐朝的节度使薛崇也给杀了。潜伏五年，就公元878年年底呢，在唐朝的这个招讨副使杨富光这个公公的劝说之下呢，王仙芝、尚君长等人又向官军投降了。这王仙芝也是死催，他一面呢向这个杨富光表示投降，一面呢又向这个唐朝的大将宋威写信求封节度使。宋威这个时候就嫉妒杨富光的招降之功，忽然就发兵擒取了，就生擒活捉本来已经投降的尚君长等人，而且在这个狗纪灵啊，把这几个已经投降的人这全给杀了，然后就上奏说自己在战斗当中对这几个人生擒活捉，然后呢才当众杀掉他们。王仙芝听说自己派去投诚的这大将被杀，怒极呀，马上率兵反攻洪州，就是今天江西南昌。哎，正被那宋威后个正着，在黄梅，就是今天湖北的黄梅啊，这个大败王仙芝。王仙芝这次运气就差了，阵中被杀，脑袋呢也被送入长安报功。唐朝大将这个杀降这个举动，更坚定了黄巢等人造反到底的决心。
尚俊长的弟弟尚让就率领这个残余的这个兵马和这个皇朝合军在亳州，就是今天安徽的这个亳州，然后推立皇朝为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哀军必胜，皇朝军队连克这个益州、蒲州。但不久之后呢，毕竟唐朝的数路军马多啊，皇朝呢连连战败。这个时候，朝廷就授他为右卫将军，而且令他的属下到这个运州集合，然后加以解散。但这个时候皇朝就不上当，四处转战，又攻陷朗州、华州，华州就今天河南滑县、大略、宋州、汴州等地。这手下握有河东、山东聚集十多万人。这个时候皇朝信心倍增，转入淮南就打游击战，进攻黔州、吉州、饶州、信州，这些州都在今天的江西境内。由于淮南是当时唐朝的钱库和粮仓，这漕运一师呢想打仗啊都没有粮饷可发了。黄吉之时呢，唐廷就下令调任高频为镇海节度使。镇海当时是治润州，就是在今天的镇江，他那治所在镇江，就派这位先前啊经常打胜仗的大将呢来阻截黄操的这个军队。黄操当时攻宣州没攻下，就引兵呢攻浙东，开山路700里。就到了福建驻州了，开始这个攻杀。乾伏五年，就公元878年年底呢，黄巢攻占了福州。高频呢，这个时候派他手下大将，这分道出击黄巢，而且就一直把这个黄巢呢打败。不仅打败了黄巢，高频呢还招降了当时的什么秦彦啊、毕师铎啊那些贼将。黄巢这个人善于游击战，打不过就跑，扭头就奔向广南，进围广州。黄巢窜到了广南呢，实际上想割据一方，就上表唐朝，就想求为这个天平节度使，或者是广州节度使，反正你封我一个就行。唐朝军团呢商了半天，唐朝就决定授予黄巢一个帅府帅这么一个虚官。所以这个帅府帅这个官儿，这个官衔很奇怪。黄巢呢这阵率领大军在广州城外呢，一边休整，一边等着朝廷的所谓的恩信。等了半天，一看这个使者来，授给自己是帅府副帅这种莫名其妙的委任状，这个黄巢狂怒，马上挥师进攻广州城，当日就把广州城给攻陷了，然后把这个节度使这个李条还给杀了。在广州，黄巢这个人就开始大开杀戒，仅在广州经商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商人啊，一天就被他杀掉了几万。眼见黄巢的军力越来越猛，唐廷呢就改这个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让他手中有兵权、财权、行政权，就想依靠着高骈来灭掉黄巢。为了加强这军事力量呢，这个唐廷又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荣为节度使，以这个泾原节度使呢周保为镇海节度使，就协助高骈呢把这个黄巢给平灭了。黄巢率领这些军马大多数都是北方人，到了岭南呢水土不服，军中呢又流传这个疾病，数日之间呢他手下人马就病死了10-34。这个时候黄巢手下就劝黄巢，咱们还是往北走吧，别在这儿待着。黄巢还挺听话，当时他们这支军队啊就集结在贵州，就开始编那种巨大的木筏，乘流而下，直抵潭州。潭州就是今天湖南长沙，一日之内就把这潭州攻陷了，把这个唐朝的守军全部杀掉，流尸必江而下，杀完之后就扔在江里，满江都是。同时呢，上让率军乘胜呢直逼江陵，对外号称50万，尘土遮天，旌旗蔽日。本来呢，唐朝的宰相王铎亲自充任荆南节度使，出来所谓的讨贼吧。他当时坐镇江陵，见势不妙，他留下大将刘汉宏守江陵，他自己率军就躲到了襄阳，就今天湖北的襄樊。声称呢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合军，他留下的大将刘汉宏呢心里清楚，宰相是惜命了，等他一走，这个留守官军抢在上让的军队入城之前先行大掠，就把城内又烧又抢，基本抢光了，然后城内的百姓逃窜山谷。当时呢又赶上下大雪，僵尸遍野，大掠之后呢，刘汉宏率领手下将卒呢满载着金银财宝，然后往北一逃，这帮官军成为盗贼了。过了10来天，上让的他率领军队赶到，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呢，江陵这个时候已经是一座冒烟的空城了。黄巢率领大军直扑襄阳，却在荆门，就是今天湖北境内那丛林地带
哎，钻进了山南东道，那个唐朝那大将刘巨荣的那个埋伏圈，大败而逃。这帮人一路跑到江陵，原先人马这个时候只剩十分之一啊，只能与上让一起呢渡江东逃。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刘巨荣穷追，黄巢等人是必死无疑。众将这个时候请令追击，刘巨荣却说什么呢？国家常常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事宁则弃之，战后可能得罪，不若刘贼，以为富贵之资。刘巨荣啊，这个节度使啊，确实是顽寇自重，但他说的话也是大实话。在黑暗政治之下，你想当忠臣啊，你想这个保护社稷，确实是强人所难。黄巢呢，率领手下残兵败将一路狂逃啊，在这喘过气来了，马上就攻下了鄂州啊，这个外城。鄂州就是今天湖北的武昌了，然后又在饶州、信州、宣州、杭州等15州啊，四处纵兵大掠，最后呢，一下子人马又扩充了，多达20万人。不仅黄巢的势力转盛，由官军变土匪那刘汉宏也到处率领他手下人马四处攻掠，州县的受害就极大。从刚才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事实就可以见出呢，唐僖宗时代具备了乱世的一切特点。成为心腹大患的黄巢集团，他最初的心愿只是被招安，但双方呢总是达不成一致。大乱之际，唐朝这些将领当中有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你的热爱正在热播。